双臂有三2.5公斤了哈。好，看出来哈，这是咱台北市的第二席。哦，这里是我们的吴思瑶，思瑶姐姐，吴思瑶立委。加油啦！哦，加油！这阳光永陪金牌的哈。好，那么这把是咱的盟友，我们时代力量，我们的菲比林昌卓立委。其实我看他的长头发蛮漂亮的，我还蛮喜欢这长头发的。我们现场有已经到的贵宾，有我们的民进党中常委陈胜宏，陈中常委欢迎。我们的小英总后援会严总会长，还有我们已经到场的议员何志伟何议员，欢迎何议员，谢维洲谢议员，维洲议员，高嘉瑜高议员，好，嘉瑜议员，李建昌李议员，林秋冬。我们的总召是王孝伟，王议员。王孝伟，最近有流传哈，市政不能周孝伟，议会就要王孝伟。是王孝伟，王议员哈。严胜冠，严议员。还有我们阮昭雄，阮议员。还有还有。简淑培，简议员。刘耀仁，刘议员。黄向群，黄议员。还有我们张茂南，张议员，茂公。谢谢，介绍过对不？哦，那就别讲了，介绍今天也是我们的大联盟的成员哈，黄珊珊王议员，给他掌声鼓励一下。那就别讲了，感谢最多谢了哈。你跟阮议员在这边哈，今天的心情特别的不一样。咱今日以前在主持哈，拢叫大家拜托大家讲，咱就爱拍拼。爱怕病，但是今天的心情不一样啊，哈！今天哈，我们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是不是？高兴的时候我们就要谦卑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谦卑要以茶代酒啦，哈！以茶代酒啦，哈！但是还是要喝得尽兴，喝得开心。毕竟哈，大家安尼付出这么多年啊，哈！这一次哈，要跟大家报告心得。盈盈坐在总部看开票的时候，哈，从100万票的时候就开始心里想。破200，到破300的时候就开始尖叫，然后就感觉说大家好厉害啊，我们居然可以赢这么多，而且让国民党哈把国民党赢得心服口服，是不是？但没有话讲了哈，连先人都要那个当落选的党员都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是真的心服口服，这是我们自己台湾人展现出我们的勇敢跟我们的民主的力量，我们还是要给自己哈一个最大的祝福。我现在开始哈，高兴到今天下午，明天开始是执政党的努力的开始了。阿满赶来高中盖校了，你说不用盖了。那个今天前主委王庆林，主委，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欢迎王主委。来，陈世宏中常委，掌声鼓励。再介绍一次，很重要。还有我们的这个严志发总会长，严总会长，谢谢谢谢，欧雄新哥啊，我们小英子委会好。首先。要来跟大家表达谢意的哈，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台北市党部王成国黄主委。黄主委呢，在民进党最低迷的时候，毅然决然的扛起党的责任，一路带着党打拼。这一次的选战的策略呢，整个这样8年下来，包括小英这1年来，还有立委的选举，主委是出钱又出力哈，全力以赴。台北市这一次的票呢？开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主委每一场大小演讲场，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哈，然后哈亲自监督哈动员哈，真是不遗余力，也是这次非常大的工程哈。今天也是特别来这边哈，他要亲自来感谢所有的我们的台湾的同仁，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也欢迎我们黄成国黄主委，欢迎我们超大的黄成国黄主委。掌声大声一点吧！啊，主委好，主委好。不是主委也算帅哥跟美女，一排主持人好温暖，好吗？莹莹好。现场我们所有支持小一，我们所有今天到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为今天以最开心的心情来办这一场感恩的餐会。这场台北市的选举有大家所有的伙伴，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我们打赢了这场选战，对不对？大家很开心很高兴，对不对？真正是上欢喜的时阵啦吼！啊，当然，咱这场的选举内底，咱台北市，我们拿到了许许多多的第一名，咱的进步第一名，咱的小英的得票第一名。在过去，我们这个咱主席中央的选票进步在台北市嘛是第一名，我们第一次在拿下史上唯一过半，对不对？最后要感谢咱所有在座的伙伴，包括咱小英自由会，包括咱所有的志工团体。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把大家请到现场，因为场地的关系，还有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还有我们党部所有基层的干部，在这边我向大家说一声感谢了，谢谢大家。我们大家努力共同打下这美好的一仗，我相信。在我们永生的记忆里面，都会有这张，对不对？包括阿公哦，我迄个咱我们拿许多的第一名啦，我就是杨迪西啦，但是好在这几年里面哦，被赞美也是第一名啦，阿公干掉嘛第一名啦，哦，所以我讲阿迪西阿公干掉较侪啦，应该就是这个双部来个人干掉上侪啦哦，啊，但是我觉得说结果是好的啦，但是最遗憾的就是我们。有许多几位伙伴和我们一起打拼的这几位候选人，虽然非常的努力，他也非常的他非常的尽全力的来补选他们，但是很遗憾的以些微的差距来落败。但是从结果来看，大家知道一个结果，就是团结才会赢，对不对？那哪办来团结对不？拜托这个。那个我们也向我们三位委员恭喜，那也向我们努力的五位候选人致意。在这边我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谢谢大家。谢谢刚才那位朱委哈。谢谢王主委。来，陆朱委，陆点当被点办起哦。我们的得票率的成长哦，是第一名。雷米啊，那我们也第一次在总统大选哦，我们第一次过半了哦，是不是？再次给我们黄成国主委掌声鼓励一下。谢谢黄主委，辛苦了，辛苦了。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有很多人出钱出力，当然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重要，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个是很不好意思。但是代表性的哈，我们就代表性的哈，也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些幕后的英雄哈。那我们要介绍的是你。是啊，我想之前我们这个选战，蔡文总统一再强调，我们要社会力先行，就让结合社会各个角落，尤其过去以来我们长期累积下来的小英自由会的能量，在这次大选哦表现如你啊。那改小就是我们小英自由会的。总会长，我们欢迎我们严志邦总会长，给他掌声鼓励一下。严总会长，两位尊敬的主持人，我们的最辛苦的，我们黄春国主委，还有各位立法委员、各位议员，各位我们所有的这个。对，里长的哈，我们台湾自由会的李建士顾问，还有后援会的各位会长、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一样的地方，但是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这个心情，因为在去年3月2号的时候，也在这个地方。办造势会，那时候是什么心情啊？拜托，那么今天呢？今天心情是感谢，再感谢这个
的确，我们不是梦，已经成真了。大家，我想跟我们都一样的一个心情，因为我们的总统副总统不断去当选，是高票的当选。那么更庆幸的、更值得我们骄傲的，哎，是我们的这个国会不但过半，又过了一大半。这个是当然，这个就给台湾人一种骄傲的感觉。啊，我就讲，这个咱总统哦，啊，咱这个欢迎总统当选了，再来。他还有人员的路要走，我们还是要继续去支持。那我想这一次的这个他的这个这样有这样的成绩，在座的功不可没，就是大家所付出的，我们大家所经营来的我们的光荣啊！我再怎么样也感谢，感谢。这个在座的啊，所有的啊，台湾的所有的这个这哦，看到出奇出难啊，可能也就这回台湾人哦，以前台湾人的骄傲啊，啊非常的感谢，今天哦，所做这个文化哦，啊大家会当。这样隆重的支持，支持今天的茶会，在这边呢也表示十分的感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中山大学之班总会长吴雄行哦，希望你进来，我们小英自由会啊，华大吴雄，再次给我们研究班总会长掌声鼓励一下，谢谢行哦，谢谢，接下来有很多的贵宾朋友。现场，那么还是一样要拜托大家哈，因为送菜的服务人员他的动线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能够坐在位置上的好朋友，麻烦请你入座哈，以免上菜哈会发生一些碰撞哈。那么要跟大家接下来介绍的非常的不简单，这一次的选战打得很辛苦，在我们台北市的第一选区哈，拔掉了一根快30年的老钉子，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哈。非常不容易，我们在地方上看到吴思瑶的用心，这场选战从民调落后很大哈，一路上凭着他自己的努力一直拉锯，拉锯到最后的关键还胜，赢了人家好几千票哈，不小心哈，不小心，12000票哈，12000票哈，真的是，很重要，这很重要，13000票很重要哈，这13000票赢得很不容易，赢得很漂亮了哈。那他也非常努力，在这边呢，他今天也来到现场哈，也要谢谢大家哈。未来哈，我们也是要给他更多的支持。我们来欢迎吴思瑶吴立伟啊，不是立伟哈，吴思瑶吴立伟。欢迎我们的思瑶姐姐，好，我们思瑶要拍照了哈，给我们吴思瑶掌声鼓励一下。好像有听到尖叫声，不够大声，我们来个尖叫声好不好？1、2、3，这个尖叫声是送给在场每一位为了台湾、为了台北做伙在打拼的每一位咱的公民朋友，每一位民主的先进。我是思瑶姐姐，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吃饱哦，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知影，思瑶选情拢噪声，拢无声。经过3、4天的休养，声音有一点回来了。我也很感谢，选煞到即马，我知影每一位候选人，也是咱的工作团队，大家都没有休息。我们继续一路的感恩之旅，更重要的是民主进活动，蔡英文主席，蔡英文总统
也甲每一位受到大家疼痛支持的立委，都应该开始承担责任，开始加倍的认真。吴思瑶在家，真的，首先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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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感谢大家，没有你们，我不可能能够反败为胜。没有大家，吴思瑶不可能打赢这一场这么艰困的选战。但是思瑶也要非常诚恳的跟在场所有朋友拜托两件事。第一行代志，我想我的对手丁守中委员在北投跟天母，他也付出二三十年的努力，二三十年的服务跟问政。我告诉我所有的团队，我们北投天母最热情的朋友，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对丁委员这样一个可敬的对手保持我们的尊重跟敬意。所以我也请大家就着大家温暖的相救，我真的要谢谢我这一位可敬的对手，因为有这样一个激烈的选战，也让吴思瑶让我们的团队成长非常多，磨练非常多。我们感谢我们可敬的对手好吗？第二项代志，吴思瑶要拜托大家未来加倍严格的来监督民主进活动，未来大家继续加倍的督促我们每一位承担责任的立法委员或是行政部门的官员。有人民的付托，有人民的信任，有人民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我们才有机会能够有更大的舞台替台湾的打拼。大家继续的监督吴思瑶，我会加倍的用心，加倍的认真，让台北真的能改变，让台湾真的能够迈向光明。时间就到了吼，一个人是两分钟啊，三分钟。大家知道思瑶姐姐很爱讲话，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感谢，真的100%的感恩，我会100%的加倍努力。谢谢大家对思瑶的帮忙，我要再说一次，没有大家不可能逆转胜，没有大家我不可能打赢这一场选战。吴思瑶，谢谢大家，民主进步党感恩大家，感谢鼓励，安之在心窝里，谢谢大家，谢谢。很重要，所以要讲很多次，但是时间到了。后面还有很多我们的委员哈，也都到现场。好，再来介绍就那个来感谢，我来介绍伊静静哈。那补充介绍来很牛的贵宾哦，就是担任我们台北市的荣誉主任委员，我们的谢长廷前院长也来到现场，给他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新院长，这次也是补选大咖的工程。那来介绍这位哈，另一位是咱台北市立物业班长啦哈，就当领头羊，要继续向前。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姚文智、姚立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感谢主持人，啊，咱台州、咱台北市，竞选的荣誉主委，咱谢长廷谢院长，啊，咱黄成国黄主委，啊，阿哥咱小英资委会严志华严会长，啊，咱台州各位，咱东来，啊，东来话，这些心情，还有各首都改革连线哈，八位战友都来了，很难得，改八八姐了好不好？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啊，这个我们要凑在一起常常不容易啊，但是感恩的心都一样啊，这个不管当选或者是隐恨啊，但是今天大家都一起来感谢啊，我的时间好像现在缩短成一分钟了啊。所以我只有感谢再感谢，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终于等待有一天
就是我在选前哦，喊到声嘶力竭的这一天，就是我们终于等到国民党倒台了啦，对不对？国民党倒台，我们有好多的事情要做。第一个，我们未来国会要怎么样？马上要选院长，我们国会要怎么样来改革？怎么样展现我们的效率？未来我们的新政府要有用什么样的人才去解决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要承担很多的责任。这个过程里面，姚文智再拜托大家，再拜托大家，胜选我们已经发布过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卷起袖子，我们来帮忙蔡英文，帮忙新国会，帮忙新政府，我们要展现新的时代的台湾，好不好？好。感谢台湾，谢谢，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谢谢万宇，再次感谢，谢谢。谢谢姚文智、姚委员。感谢姚文智、姚立委哈，我是文心共，再次给我们姚立委掌声鼓励一下。来，共同介绍哈，汪以威、何同书，我们洪金义洪议员来到现场。洪金义洪议员，还有我们的周评委林耀文，周评委，谢谢。我们后面要介绍的也是这一次在选举当中，还有我们许嘉伟许议员，谢谢。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黄珊珊黄议员。那好，这次的选战打得非常的辛苦，也很认真。今天也来到现场，要跟大家说两句话。我们欢迎黄珊珊黄议员。欢迎我们首都改革联盟哈，继续打拼。我黄珊珊黄议员。谢谢张雄跟莹莹，还有主委，还有院长，还有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开始哈，我无法度像四遥甲遥文之共。对不起，我没有把国民党拉下来。而且这次的选举，珊珊我尽力，我知道在座所有的朋友都在帮我拉票。那这次的选战的确是因为有很多的其他的因素，那我也很感谢民进党中央到台北市党部，能够跟一个原来不同政党的亲民党的我来做合作做抵挡。很谢谢我刚刚议会的同事建昌、嘉宇、孝伟、志明，还有在座的所有帮过珊珊的职工，我知道你们都非常的帮忙，我努力不够，我们下次再会继续努力。也谢谢所有在场的朋友给我这么多的支持，我会好好加油。谢谢你们帮忙，谢谢。谢谢谢谢珊珊，抱一个，还有。代表大家抱他一下，我比较方便。继续加油了哈，继续加油。这边也补充介绍哈，我们感谢了我们的校长张慧仁张校长也来到现场，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哈，谢谢。谢谢校长。后面要介绍的是在这一次的选战当中哈，也是打得很耀眼哈。我记得他的当选感言说哈，他是第一个留长头发跟刺青要进入立法院的立法委哈。非常的不简单，来，我们邀请也欢迎我们的林长佐 Freddy， 欢迎我们的 Freddy。双击量有较少吼，双，应该还佫加点来。第一只吼，先感谢咱在场所有的朋友的支持吼，啊，让咱即届可以完成这个很艰困的这个挑战，感谢大家，感谢。我想要讲吼。有足侪，即马媒体吼、哦、都很喜欢分析我们这一局怎么会赢吼、哦。那比较正面的吼、哦，就会把我们英雄化，把我们神化，说我们这个团队好像多么的神，多么的厉害。然后比较想要丑化我们的吼、哦，就会说我们怎么会那么厉害，可以攻于心计，让对方掉到陷阱。这当然吼，媒体有足侪解读吼。那、啊、我们讲话也没有办法完整的被这个揭露，所以说叠加哦，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次会赢啊，最简单就两个关键而已，没有那么多什么厉害的 BOSS 啦，最简单就第一个，因为台湾人民期待改变，这个期待改变、期待改革，不管你叫它是大海啸还是什么大环境的氛围哦，如果我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再怎么厉害的选战都不会赢啊，你说对吗？
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人民这一边，所以大海啸人民的民意把我们推上了立法院。第二个原因很简单，其实就是因为在中情方家家，我们的基层民进党的好朋友、台联的好朋友，甚至包括咱绿党、社民党的好朋友，在我们这边全力的相挺，从基层的动员到我们这个人脉的分享、资源的分享，真正是足感谢咱所有的人的团结。从我们首都改革这些这次的结果看起来，就可以知道，如果我们团结，再加上我们拼一点点中间的，单独的绝对也对。那如果我们因为任何的原因分裂，这一次我们的改革阵线就有好几个令人觉得可惜的结果。所以说不瞒咱哦，未来关键时刻，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力量、改革的力量，一定要想尽办法团结。再一次感谢中正万华，还有我们在地所有各位现场的这些基层朋友，咱的社团好朋友、阿外国的好朋友、立委，还有咱的议员、啊、老人哦、啊、林江、魏立宏等等，咱所有的基层好朋友的支持，感谢，谢谢，谢谢。谢谢林长官，谢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所以我今天比较不好意思，好像一直在赶立委啦哈，不好意思，谢立委中央哈。啊，首先感谢诸位哦。这次我们首都改革阵线的八位立委候选人统统到齐，为大家做大感的意义感谢。这首先感谢诸位，好感谢夫人哦，感恩夫，这算是我补选福利啊。但是继续加油，我们欢迎我们的范宇老师，来掌声鼓励一下。欢迎范老师。好，我们大家亲爱的台北新朋友，打开后大家好。我是代表绿色盟也是首都改革阵线在大安区参选的台大老师范宇。那这一次真的要跟大家致歉哦，因为我个人努力不足哦，虽然非常多的朋友帮忙，包括我们小熊哦，我们大安区议员敏生、舒培哦、庆丰、嘉庆等人哦，那特别是得到我们包括首都改革阵线的黄朱伟哦，跨区的立委帮忙。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在台北市大安区哦挑战在这里国民党34年的蒋乃馨委员哦。那但是就是要告诉大家，我觉得一个希望的种子已经播下了。那这一次在大安区，虽然我的耕耘并没有成功翻转这个地方，可是呢，已经是大安区在非国民党的历史上区域选举挑战国民党最接近的一次。那这也要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跨党派的支持我这个小党的候选人，在这边先感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也希望大家不要灰心哦，特别是对翻转台北市大安区不要放弃。我在这次看到非常多的希望，有很多的高中生跑来我的总部要旗，他们说他们虽然不能投票，可是非常希望我能够打败国民党的蒋乃馨，所以我相信未来。只要我们团结有力，用跨党派的力量继续深耕，那范宇跟大家报告，我也一定会继续深耕大安区，让基层的朋友真正了解我们爱本土、追求公平正义的决心。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让台北市这个基层打主的地方大安区翻转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范老师，老师辛苦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我们后面继续要介绍的，过去在议会也是跟我是好同事。那这次的选战呢，拉得很辛苦，但是票也拉得相当的接近哦。我们来欢迎杨时秋杨议员。首先，是不是我们一起用双手来谢谢？民进党，来谢谢黄成功黄主委，掌声谢谢黄主委，还有我们谢院长。杨时秋必须要跟所有今天在座的人讲一声，人生是你无法想象的。我一个40年国民党党员，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有一天我会在舞台上喊蔡英文动算，民进党动算。我一个外省第二代，我从来没办法想象
有一天我去参加民进党的聚会，我会成为最受欢迎的人。这就是台湾的进步，这就是台湾不分党派、不分族群的进步。我必须要说，我要感谢黄仁国黄主委提了这个手臂改革阵线，这么精彩的一个阵线，人生你碰不到这样的阵线，过去没有，未来也不会，现在才会。我们给手臂改革阵线，不管赢了输了，我们民进党都是赢家，明天更是好不好？好。最后我必须要说，人生一定有起有落，一定有低有高。我要感谢我们民进党松山新区的议员们，他们也无怨无悔来支持我。但是，杨师傅必须要说，自己努力不够，跟各位说一声抱歉。但是最后跟各位讲一声，我想 ，Brady 在台下，我们这样的组合，大概在全世界找不到。我会跟潘医生、跟 Brady、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最后跟各位讲一句。不管如何，台湾赢了；不管如何，台湾民主胜利了；不管如何，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主人。谢谢大家，杨师兄，感谢各位，再一次跟各位说，很抱歉，努力不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副总统已经先到现场了，等一下要休息一下，欢迎来表面讲好，副总统好。副总统好。还有所有
帮忙在这次大选哦，很多哦出钱哦出力的各位哦，我是欢更喜欢一出，大家好，感谢啦，谢谢大家哦。啊，是来讲酸书，啊，用你来讲哦，心情很复杂。啊，虽然选书哦，但是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咱总统哦选定，啊，而且李惠贵哦，民进党完全执政哦，这我要定哦，而且哦。你哦，号称台北市的天龙国，其实咱的选票已经超过一半。我来甲你讲，其实是我的区哦，中山北上南区十票，即马嘛已经绿大于蓝啊。那很可惜哦，绿大于蓝的情况之下，没有帮哦民进党赢下这一席哦。实在讲，我嘛是民进党的党员嘛。老实说，真的很抱歉，真歹势啊，完全要怪个人的努力不够哦，那较怕命吼。姿态在低一点哦，也许哦，这个选举哦过程当中再多注意一些哦，或许有机会夺下这一席啊吼、哦。啊，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不够做的不够努力之处啦吼、哦。啊，请大家原谅哦，抱歉抱歉。啊，但是哦，这个贵田满明哦，我是觉得素人哦，素人一仙哦，也承蒙哦，我们很多哦。民进党的各位哦，像我们的里长师爷，真的帮了很多忙哦。啊，虽然说遇到哦国民党哦，但是我们在中山区很多地方哦，我们的票哦还是开得很漂亮哦，真的是有亏哦这些里长的大力帮忙哦，尤其是阿公啊朱毅哦，这些贵廉百名哦，各种折冲啊吼，啊各种人力物力的资源哦，真的让我非常的感动哦。啊，我来大家报告啊吼。其实现在算输、哦啊、但是还没有结束啦，为什么？因为我要跟蒋万安吼、哦、这个贿选的官司啦吼、哦，啊，这个是我们民进党、哦、最年轻最厉害的律师黄立来负责的、啊。我也跟大家讲，只要这个当选公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提起当选无效的民事诉讼吼。大家吼、哦，常听到这个新闻应该拢真欢喜啦吼，李全教当选无效、哦、大家拍一个拍一个、哦我知道小英总统现在不是主席，小英总统跟那个赖清德市长听到的时候先愣了一下，后来哈、哦、赖清德市长甚至高兴到流下眼泪哦。各位总统，我不会选，真的不会选啊哈、哦！啊，我今天这个选举过程，我发现说啊、哦，选风真的很败坏，台北市没有直接买票，间接的贿选其实也很严重。那我想哦，民进党执政以后，尤其是小英哦，一定会秉持哦。七年执政，公平正义的原则。所以哦，虽然说我落选了哦，还是很高兴看到小英总统当选。那也希望哦，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小英总统跟民进党。那我跟各位报告哦，我也是要像萧美琴一样，萧美琴哦，在花莲一样落地生根。我现在打算说好进入总部，开始那个身心科诊所，身心科进售。啊，大家有会哭就算了哦。比较悲伤哦，睡不着，或者说当选太高兴哦，或者说千杯千杯喝太多酒哦，不行，啊、就来我们诊所看了。好，那最后谢谢大家，大家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那这次看到我们首次改革阵线的八位立委候选人都一一上台，跟各位致谢，跟各位感谢。接下来这位哦，他有动作哦，他你们上台来感谢啦哦，这是我们这次部分选举票取个紧绷啦哈，欢迎我们的徐国勇徐立伟。我相信很多人哈、哦，是因为刚刚刚刚要和徐立伟去领哦，阿爷爷已经都给你了鼓励投票了哈，就让恭喜徐立伟。对，第十七名，还要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哈哦，再往下走嘛，好不好？好，那你感谢总统。咱上一场跟咱做做所有咱的同志，咱所有好朋友，所有贵宾，大家安，大家好。感谢大家，本来我是不安全第一名嘛，所以提出一个方法，重新能够把不安全改变安全。还好大家的支持哦，让我从不安全啊，很顺利的当选，包括都加倍加倍十几年了哦，因为妇女保障是十七年，所以在这里还是在深深的鞠躬哦。感谢所有大家的支持，对政党的支持，我们实行动算，多谢大家，谢谢。啊，我等到你们两个都特别的关心嘛，哦，关心讲哦，啊，我今晚在三地住企业，政府委员哦，因为我们民进党规定哦，一定立委要专职
三立电视台我已经在这个礼拜一就正式提出了辞呈，所以哈、哦，每个后礼拜我都无主持啊。然后现在新的主持人今天已经确定了，是我们林楚英哦，梁文杰一过啊，所以哈、哦，大家都非常熟啊，很多人都认识。那另外，就你刚刚在反龙律师事务所要关门的事情，既然要关门，好像连律师事务所都要关掉。不过在这里可以跟大家保证说，我们会很尽力，就像我们总统讲的，我们蔡总统讲说哈，不可以刁难我们的行政官员，啊也不可以侮辱我们的行政官员。哎，民进党都做得到。看看过去啊，我们在执政的时候，其实哦，可能糟蹋啦。我们谢院长啊，这个最好经验啦，哇，国民党糟蹋啦，啊，伊有人去啊，那么想着，但是伊的时阵，能够做比国民党啊。所以啊，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保证说，我们一定会很努力。那我的研究室也抽到了，我五级学后，我留在地下室，上海那一间，明天如果看看，叫做家庭食品嘛，十二个。立法院哦，也是最好的那个研究生被我抽到了。啊，我刚好当选的是最后一年，所以啊，小贺伟，你们我讲，坐在这里，感谢大家，大家时间不明哦，到立法院地下室来找我捧场哦。啊，那个陈副局长，哦，你讲那个叫龙三副局长，我们哦做总统起码跟你挂一点嘛。坐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大家了哈、哦。那我们其实有很多法案。啊，这两天其实我的脸书有很多人在问，说你进去以后到底你的优先法案是什么？那当然，我们的两个人的协议、监听条例就是我们的优先法案，我们的正常法。但是其实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总统交接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条例如果能够赶快处理好，也许我们交接会更顺利。所以这部分现在时代力量啊，今天我跟徐永明徐老师哈、哦。也在那讨论，那他们时代力量已经把这个列为最优先，所以在这里啊，我们会尽量的配合。那我相信我们党团在下个礼拜二就开始要开会了，所以我们民进党工作很快。后礼拜二吼，咱总统就要开会啊，啊开会了后，另外一个台上要选议长啊、副议长，安尼只要个人报告，我们选出来的一定是最好的人选。所以党鞭团二，民进党就选出最好的人选。然后议事的中立化，蔡总统也已经公布了，所以啊。我们也一定会按照这个指示，安尼吼，民进党即个按照集体优势一来，应该安尼好发展。啊，最后要来报告吼，国会的过半才是真正的政党轮替。所以其实2000年跟2004年，那个叫做政党轮替只有一半，这一次是我们真正的政党轮替。而且根据啊政治学者安平顿说，政党轮替至少要3次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我们也做到了，那这个第3届。那刚刚林盖吼，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要3次，啊，刚好我们3次，所以啊，在这里感谢大家，也祝福我们台湾，我们迈入真正的民主，那我们完全的执政，那我们完全负责，国会的轮替是真正的政党轮替，来做搞啊，所以大家星期一用热烈的掌声，来给大家鼓励一下吼，鼓励大家吼，在这里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新吴荣举律师哈，大家第一礼欢迎这一套的啊，都继续关心我们的法案。那在场也来到我们这个我们的议员同仁哈，包括我们的王威忠王议员也来到现场了。还有哪些议员没有介绍到的？梁文杰梁议员，梁文杰梁议员，谢谢。没有特地没有介绍到的。好，联络方袁议员，谢谢，请大家给我们打 pass 一下哦，因为这个反光超亮，光好漂亮，台上看下去看得清楚。各位报告一下，我们的小英总统大概在2分钟哦就会来到现场了，也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哦，待会哦这个我们就不要推挤，哦，因为最近大家是把当选举要有大进场哦。因为我们小英总统手有点受伤，所以大家就在原地，要掌声鼓励啊，然后就加油哦，这样就好。我们等这么久哈，就是要等小英总统的那里。但是我们台湾呢，其实现在开始就是总统了，是现在开始就是总统了哈，因为行政院长已经不做了，我们已经，他很干脆啊，直接给我们执政了，他也不管了哈，那很干脆的院长。杀猪宝马哈，那个
后面不要讲，因为今天是开心的事情啊。我们来练习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练习一下。小英总统已经到楼下了，把我们热情拿出来。大家讲，小英，我们让大家吃一个小时的，肚子有饱了，吃饱了没有？好，来把我们的左手、右手举起来，举一只手就好了。把我们的左手或右手举起来，好来。抓住我们的拳头，这是我们台湾人民的力量，我们用力的喊，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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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不用太大声，但是等一下要大声一点，好不好？好不好？因为这样的感觉没有很开心啊，因为我不是总统，所以可能带起来大家没有很开心，但是总统在的时候还是要开心一点，好不好？那代表我们的力气哈，选完力气更大哈。我们再一下好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拳头握起来，真的给我们台湾人力量，来一起来走。总统好，
的这些伙伴哈，大家打气加油，加油！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来给我们小英总统掌声鼓励一下。好，谢谢我们各位媒体朋友哈，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还是要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哈，请大家请就坐，请就坐。等一下，我们总统会到台上来跟大家说话，那么请大家还是坐下来，还是坐下来哈。好，谢谢，先请我们的小英总统先休息一下哈，我们先请就坐。啊，所有我们的媒体朋友，麻烦回到我们的采访区，啊，回到我们的采访区，啊，来维持秩序哈，谢谢大家。请所有的媒体朋友和市民朋友回到采访区，我们请总统就坐。来，我们请总统就坐。我们请所有的好朋友请就坐。我知道大家的兴奋的情绪难掩。因为很重要，所以喊三次。我们再喊三次，我们大家坐下来，好不好？好，来，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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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这些好朋友们啊，我们先请回座，好，先请回座。那拜托好朋友，我们后面的朋友哈，可以看到总统那边喝了。好，拜托大家啊。谢谢，好，我们先请回座哈，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回座好不好？那后面的好朋友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台阶，那如果大家用站的话，他后面看得到会影响。我们请媒体朋友回到采访区，麻烦请摄影朋友跟媒体朋友回到采访区。好，谢谢大家。那我们邀请我们的副总统跟总统来演讲之前。接下来那个小注意，做奶奶报告，基本给他奶发期，我们的得票率是全场第一名。这是我们中央大学以来在台北市第一次超过50%。各位好朋友，是不是肌肉各位双手来欢迎我们？这是我们台北市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操盘手，共同欢迎我们的荣誉主任委员，我们的谢长廷谢长，要掌声鼓励一下。在座婆香欢迎那小兄弟小英雄，好，谢谢。那我们的蔡总统、陈副总统，还有黄主委，还有严会长，各位立委、议员、志工，还有我们各十二区的选举干部，大家好。好。刚才我听到大家在喊总统好了。喊得很兴奋了，我才想到说我们已经8年没有喊总统好了，物资就够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样一喊哦，我想啊，潘医师精神病的患者会减少很多了，物资就够了啊、哦、那我们非常感谢哦，那这一次啊，台北市大家都是说天龙国最困难的、最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又把台北市拿来做实验，和进步的力量合作，所以大家都不看好。但现在，因为大家的努力、大家的团结，打得非常好。刚才讲过，我们选票的成长力。是全国第一名啦！大家拍着讲话，赶紧过来一下。我们选票数的成长力是第二名，但第一名是新北市，它的人口是400万啊，所以啊，我们在比例上我们是比它高，但选票数是第二名。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历来。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的选票超过50%，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因为大家的努力，我们才有今天的成绩。那胜利是不可取代的。我们开票那一天，
有很多人在哭，我很奇怪，啊，四年前输了也在哭，啊，这一次赢了也在哭，我这一次是高兴的眼泪啊，很多人都高兴的哭出来。那我们感谢大家，也感谢我们黄成国主委、严志华主任委员的辛苦，我们跟他掌声鼓励一下，跟大家安慰一下。另外，我们这些立委当选的立委，我们也跟他掌声，跟他们恭喜一下。我们台湾人，我们民进党有一个传统，我们给当选的立委跟他恭喜，但是我们给落选的混战、落选的立委更温暖的掌声，请大家鼓掌。杨淑秋、林清莲、潘建志、黄珊珊，再次跟在场的再鼓掌一下。欢迎欢迎在这里有一个掌，欢迎来鼓掌一下。我告诉大家哦，当年陈水扁做市长赢我，啊，我输了，但是我做他总干事。陈水扁站起来的时候掌声三分钟，我站起来的时候是五分钟哦，接着全员进行了，对不对啊？好，当然我们最高兴，最高兴是我们的蔡英文终于了，我们四年前其实啊。四年前就应该调啊，来来等下，等下我搁再撑四年，撑来总统当委员啊，你哦，那总统、副总统都当选，但是我们支持他的，不是支持蔡总统一次选举，不是支持他一天，我们要支持他四年、八年，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民进党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有国会改革。有经济的发展，有两岸的问题，有财政的结构，我们统统要去面对。那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现在统统要让统统去面对，我们要做统统的后盾，大家支持他好不好？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有立法院院长的选举。那我们这里有很多委员，我们要让人民看到，我们这次的院长的选举，我们就是表现高度的团结，配合蔡总统的整体规划，配合我们的国会改革，大家支持沟通对话，选出一个最适当的人选，这样好不好？那当然，我考究啊，我都起起来，都弯起来，我都明明避免啊，这个都不应该，我都不应该。那在这里，在这里，再一次向大家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也谢谢所有的志工，我做了做最后面，工作都是最努力，谢谢你们，你们太伟大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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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辛苦我们的县长。谢院长哈，吴雄辛苦，吴雄辛苦。啊，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就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是不是可以坐下来？因为我们的摄影朋友哦，他也不到前面。但是我们总统讲话的时候，这个媒体的这个后场吴雄很重要哦，所以要请您这里，那个好不好？请这边的好朋友请入座好吗？等一下，我们的总统会上台哈，他在台上每个角度大家都可以拍得到，所以拜托你们哈，坐下来好不好？哈。坐下来哈，另外后面美女拍不到，拜托一下，你们再不坐下来，等一下总统不上来。谢谢啊，谢谢。拜托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来介绍人哈，就在这一次很关键的时候，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陈建仁陈副总统，我们邀请他来。每次台湾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都会站起来。平常看起来静静的，但是该他说话的时候哈。他都会讲给我们听，我们来欢迎副总统陈建仁陈副总统，欢迎我们的大人哥，谢谢。马上来欢迎玉姐，马上来欢迎玉姐，好不好？来，副总统。
荣誉主席、谢主席，我们台北市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黄主任委员，小英自由会的联总会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区域立委的候选人，以及我们徐国勇部分区这个立委候选人，还有各位台北市的支持者，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这里讲几句话。我想胜选是大家最高兴的事情，但是这个国家确实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就如同刚才我们谢荣誉主席讲的，治理一个国家是相当艰难的，尤其台湾目前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我未来呢，我们要继续从经济发展、政治的改革，还有社会的安全来继续努力。未来需要大家四年来多多的支持。蔡主席在胜选的那一天晚上，告诉大家要扛逼、扛逼、扛逼。实际上，圣经上也是这样写。他说：“自谦自卑的人必被高举，自高自大的人必被贬义。”所以很重要的。今天我想，我个人的感想是这样子：在圣经里面也有一段话，他讲得很好。他说：“你们要在众人当中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其实我当时答应蔡主席出来做他的竞选搭档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一个愿望，希望我自己未来如果当选的话，就是做2300万人的公仆，为大家来服务。今天我们胜选了，我想未来的四年，我会做一个很好的公仆，来帮大家服务。希望这个国家未来能够充满平安、喜乐，也充满了幸福。当然更重要的，还需要各位继续的鞭策我、支持我，让我能够相助蔡总统。今天中午我说讲主席的人要罚酒，我要讲总统才可以。所以我刚才差一点讲到主席了，我一定会努力的来相助蔡总统，把这个国家治理得更好。在未来的岁月当中，我也会每一天都为台湾祈祷，希望我们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也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能够强调自由、民主、人权，还有这个国爱的一个国家。我相信在2300万人的支持下，我们一定做得到，因为台湾人民实在太可爱了。这个是在我从媒体上看到的，不管是美国、日本、德国、韩国，都可以看得到很多的媒体都称赞台湾这一次的民主真的是完全的民主，也表示说台湾的人民已经走出了以前的黑暗的岁月，开始通往这一个光明的未来。那这也印证了我当时在被宣布为总统候选人的搭档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希望我们整个执政的团队是一个播种爱跟和平的一个团队。我们的执政团队未来会在黑暗的地方播下光明，会在分裂的地方播下团结的种子，会在忧伤的地方播下了欢笑的种子。我们会使台湾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们2300万人大家一起来合作，大家一起来执政，台湾才能够更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陈副总，谢谢，请副总统请留步，请副总统请留步。我们再一次给这一次非常认真、沉稳，他也是默默的在每个地方助选，然后也在帮助协助台湾最重要的力量。我们该给我们陈建仁陈副总统一个最辛苦的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陈建仁副总统。那邀请我们副总之前，我们是邀请我们的荣誉主任委员谢显明谢院长，还有黄成国黄主委，还有民进党总会长哈，我们已经上台，好上台，我们已经陪同主席来讲话了哦。你也马五郎啊，哎。我已经罚50杯了，不好意思。他没有办法千杯，他先罚50杯。好的。剩下的950杯，四年喝完。对，要不用党纪主任，来，最后再请我们各位立委上来了，好，等一下再请各位立委。好的，我们共同期待的。把我们的左手举起来，把我们拳头握起来，展现出我们台湾人民的力量。我们欢迎我们的蔡英文蔡总统，总统好。
总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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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小英总统。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的感恩茶会，这也是从几天前我开始卸票以来，人数跟高雄差不多，但是茶点的水准应该是最好的。这表示说我们的主任委员黄成国黄主委办事情是一向讲求要周到，那这一次我们在台北得票率的成长是全国第一。我们刚才荣誉主任委员我们谢院长在开会中常会的时候，他实在是压抑不了这个兴奋，我们在开中常会的时候，他就马上就告诉所有的中常委，我们台北市票数的成长，得票率的成长是全国第一，所以中常会给他如雷的掌声。我相信，在台北市打过这一仗，我们所有的干部，我们所有的志工，我们所有的后援会，还有在这一段时间以来跟我们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包括我们坐在这一桌，我们的立委，立委们，虽然有些成功，有些尚在努力，但是我们打完了这一仗以后，我相信我们大家共同的感觉是，我们这一次真的团结的打了一个选战，大家说对不对？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小英自由会的总会长，我们的严志芳严总裁。严总裁这几年来无论到哪里我都会看到我们的严总裁，还有他的新北市的好朋友我们张秋海张会长，他们两位在这几年来给我最大的支持，无论到哪里去都有小英自由会我们的好朋友们跟我作伴，给我打气，给我加油，所以我要谢谢我们严志发严总裁。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这一次跟我们并肩作战打首都改革阵线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这一次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虽然总统候选人只有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也只有一个，当选的也只有一组，但是我相信这个胜利是属于大家的，这是一个大家众志成城我们共同去打出来的成绩，所以我要跟各位报告，这个胜利是大家的，执政对不起也是大家共同的责任，所以不能因为我们选战打完了就有人说要退休了，是不能退休的，我们要继续的在一起把这个执政做好，让台湾人感受到说政党的轮替、民主社会的更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让新的政权、新的政府、不同的政党来执政，让台湾人有再一次的机会可以再起，大家说好不好？我要特别感谢坐在这一桌的我们改革首都改革阵线的好朋友，首先呢我们有三位当选的，是不是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挥一下手，他们选战打得很好，我们大家也都尽全力的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我们
很少在台北市有超过两席以上，所以这次能够看到二加一的情形局面，我们真的很高兴。请坐，我们首都改革阵线还有好几位，其实都差一点点，总觉得好可惜，所以我要拜托几位朋友，我们就不要这样散去了，我们就继续一起努力吧。加油！台北市从2014年开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没有不能打破的政治的板块，也没有不会生锈的铁票。做不好的时候，人民会给我们警讯；做不好的时候，人民会把我们的权利收回去。所以，我要在这里要跟我们所有台北市我们所有的团队。胜选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拜托大家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的团队不要散去，我们要更加倍的努力经营基层，让基层的声音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议会，反映到我们的立法院，反映到我们中央执政的每一个单位，反映到我们地方执政的每一个单位，让民进党的执政可以充分的跟人民在一起。我们必须讲，2008年到今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人民支持的。我们不能够在执政的时候就忘掉人民，所以我们在选举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去接触到人民，我们执政的时候就要用同样的方法。去倾听人民的声音，让人民真正感受到这个政府是照顾他们的，是倾听他们的声音，大家说好不好？好。第二件要拜托的事情，这个要用台语讲，是欠逼欠逼，不再欠逼。这个不能用国语讲，因为有人会蓄意的把它曲解，意思就是说。谦卑是一个人民支持的政党，准备要执政的政党一个基本的态度。我必须要在这里讲，谦卑是我们的态度，坚定是我们的立场，改革是我们的方向。我希望大家都记住这几句话。我们绝对不能骄傲，骄兵必败的道理，我相信每个人都懂，但是很容易忘掉。我们很高兴，但是真的可以高兴，但是不能够骄傲，因为我们身上背的责任非常的重。人民的信任可以很快就搞丢了，要再找回人民的信任，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有人民选择相信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应该珍惜这一份的机会。我们要好好执政，我们要谦卑，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一个错误，我们也不能够有任何的借口。我们现在国会已经可以主导国会的改革的议程，我们也即将在中央执政，所以我们将来。没有借口不负责任，我们一定要负责任，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做成功，大家说好不好？好。第三件要拜托大家的事情就是纪律，我们是来自三山五岳的好汉，这一次我们团结了打了一个胜仗，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纪律是很重要，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做，任何一个人犯的错误都是整个团队必须要一起负责，所以我们不会逃避责任，但是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必须严守纪律，让这个团队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团队，大家说好不好？好。三件事情
要特别拜托三件事情，我也以我党主席的身份，我先可以讲党主席，也就是也以我是总统当选人的身份，拜托大家，也要求大家，我们必须要谨守这三件事情，大家说好不好？好。我觉得你们喊这个答案动算都比较大声，拜托你们事情的时候喊的声音都比较小声，大家好不好？好。这个很好，所以我们都约定好了。我们可以高兴，但是我们不能骄傲。我们可以高兴，但是我们不能够从此就怠惰不做事。我们可以高兴，但是我们要严守纪律，这是我们在接受人民的托付、走向未来里面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我们也以这三件事情，我们相互来提醒，也相互来鼓励，好不好？好。再一次，我要谢谢大家。在这一次的选举里，情谊相挺，也到每一个角落去替我们争取最多的支持跟选票，这是一个最大的社会动员，也是一个最成功的社会动员。这一次大家的意志力战胜，我也相信这个意志力将会支撑台湾未来的改革，也会让台湾在下一个阶段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改革，也充满一个愿景的地方。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一起来努力。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小一总统，各位台湾的主人，各位后朋友，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也给小一总统掌声一下，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我们八位我们首都改革阵线的好朋友、合作伙伴一起上台啊？啊，就林强师爷、林强师爷，好，我们要继续，好，还有我们林俊元议员、蔡建明医师、蔡吕老师，还有我们的黄珊珊议员。好，谢谢。这位杨议员看不到你，还到前面来了。徐昌。徐国勇委员哈，都已经到现场了。哎，讲过了，面可以了啊。好，上台主持由我们的蔡文总统、蔡总统的陈建仁副总统。好，我有呼吸了，好一点，呼吸好一点。来，我们呼吸可以吗？来，我们把手握起来。好，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我们的手举起来，给台上一个最大的呼吁。我们三三一鞠躬，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台湾人民，谢谢，谢谢，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帮忙，谢谢，谢谢大家的努力，谢谢，谢谢，再谢谢。加油！改革的第一步从开始做起，但是有部分还没有成功的，我们继续来完成。谢谢大家，把钢桥作物搬到里面，继续这么努力。谢谢大家，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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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帮忙，谢谢。